家运动，电脑力，老少咸宜，好欢乐。功夫球的话，你就全都是员外拿的啊！对对对，真的，员外通常都是右手。哎，没关系啊，另外一只手空手可以拿核桃啊。这样子对他们脑子也很好。没有错。别客气。阿大哥，拿来换手，换手，有没有？看完多情城市，请锁定《这是吴亚博》。以上节目由京都念慈庵冠名赞助。